二级三炮检，哈、啊、哈，嘛是学校派我到金门。那边国四十几年才进、啊，到金门呢，就是参加八二三炮战。那时候我才感觉讲，真的，那你国民政府哦，那你那你这个。那军人哦，真的很伟大。那飞机那里那里地高地高速要回来哦，那因大家拢去啊，不过飞机先哦，去往那边趴落去啊，又个皮没当等，骨头啊，记忆断了。哎，啊啊啊！所以在那边啊，所以你有亲身经历过，亲身有经验过，亲身看到炮战，安尼炮战，所以我有一遍我惊死了，把他们都魂都伫航空那个河沟里河沟。关怎样会得见好看？往事亲像云，化袂去思思念念。你听伊讲是，原来是随风，嘿，遐个人哦，随风顶高云啊，高云啊，哎，那就含念真同款咯，同款啊，但这随风顶来。哦，但是啊，你讲对细汉的时候，你就是处的是乌金矿，金矿嘞。这张照片啊，这是诶，穿西装就是爸爸嘛，吼。爸爸。好，啊，啊，边还有妈妈。西装的妈妈。妈妈，哎。啊，顶个的谢谢家，还有单球。啊，单球。单球就是你。嘿，就是我本人。啊，细汉时阵学做单球。无啦，咱这教好，咱要去教迄个随风镇长镇。上电的迄个火车事务所，都爱行咯，行差不多点外钟啦。哦，真远哦。哎，迄阵时拢阿公拢穿个长衫加，按高那伫行那五月天又足热的嘛，啊无车通就行落，又唔敢坐轻便车，都行落来，行到规身躯光光就去个火车事务所讲，第二转啦，啊，迄办事员讲，我是上。啊！你今天是要创啥？是咧创啥呢？无啦，我要来甲阮查某孙啊报出生啊啊！你哈，伊讲啊报出生你无写好啊？伊讲无啦，我都袂晓写。伊讲我有叫阮后生叫我来讲啦。伊讲啊，你要报什么名？哟，我袂记得啊。啊嘞，迄个办事员甲阿公讲，我是想啊，你那查某孙啊吼，生出来是安怎？哎呦，弟弟考你足爱考的啦！哦，你讲足爱考的，爱考。啊，你搞好做笑好不？啊哈，变到顶啊！啊哈，我那讲其实蛮好的，早起那好笑嘛，水啦吼。对。安尼好，啊做成效。哦，是安尼来。嘿。你看爸爸迄阵都穿西装呢，嘿。妈妈都当穿一款洋装，真配的，还是无简单呐。啊，你有地模啊？对。嘿。好，嗯，表示讲你有你爸爸妈妈有给你精心打扮，哇，哈，是是啊，所以厝的细汉的家境什么款？好，咱讲实在吼，以现在来讲，不输于郭台铭他们啊，真的，真的，第一手物，因为讲实在，阮咧开金矿吼，尤其个金矿是拢全挖咧金角出来嘛，一金角出来，啊，就来个连过，对，连过用水银，搁再加过，再去烧过，阮当块金啊是拢。唔是讲咱只薄薄安尼哦，是讲安尼高高只大条安尼高高安尼哦。啊，咱无拢无白菜。啊，我哋了房间吼，了有了五斗柜啊。你若个拖出来吼，足侪金条啦。哎呦！啊，金条像阮爸爸吼，像人啊，厝边隔壁上朋友人，无钱通用，伊拢甲讲阿明啊，阮爸爸做陈文明嘛。因为阿明啊，我吼只嘛有较困难，先借一下好唔？啊，无问题啦，来。啊！就拖嘞，啊！就站嘛，有一个铁，就当嘞，伊讲吼，站扛个电管，伊安尼倒啊，扛个只，倒一个落去，安尼有够无？那无够吼，因为金嘛好嫩啊，嘿，啊，所以才。啊，那无够吼，你如果讲嘞，唔当艰苦着哦。爸爸是安尼，所以你爸爸，你细汉的时候一直跟我灌输，就说那人一定不管你怎么样子。过得好与不好都是命运，但是你有的时候一定不要手心向下。哦，卖小气，卖吝啬。卖小气，一定要手心向下，不能手心向上。卖去养春去。你讲安尼好人把给唔当安尼养春啊？啊，所以这种观念哦，那种想着讲啊，咱后摆哦，那有钱的时阵都爱像爸爸呢。哦，所以爸爸对你诶迄个观念影响蛮足深。迄点我想足想。执心的是那你迄阵讲想要考国立艺专，对，即卖台湾国立艺术大学嘛，阿公反对呀，
反对啦，伊讲咱台湾人讲做啥啊，无啥事咯，先去学做戏。啊，对不？讲咱倒无欠钱，是安怎去做做戏？做戏赚了无偌济钱啊？是哦。我讲我唔过我爱去咧，我唔是要做戏啊，我就甲阿公安尼讲，讲无你要做啥？做导演你用的嘛，你定要做戏。阿不巧啊，爸爸就边仔就讲，好啦好啦，可以去啦。伊早起咱人呐爱安尼，啊你就可以安尼，啊若爱安尼，你就可以安尼就好啊。嗯，啊你就免甲讲我做嘛，伊就卖学派就好啦。是，啊所以我就去考。哦，啊就考掉啊。哈。不过，底下的场合是场合哦，我会惊呢。啊哈。因为那是。咱讲实在，不是讲向尊的台湾人甲吼外省人有分别哦，吼向尊呐。啊，咱即摆伫遐讲的国语吼，甲因的国语拢无同款。啊哈，啊，咱台湾国语的，台湾国语的讲得无好听啊。啊，这个以前的啊字正腔圆的国语啊，你打哪儿来呀？啊，对对，歹读啦。啊，所以陈小平老师甲讲，陈校。你为什么要读国立台国立艺专呢？我想要演戏啊！什么？你讲什么？我想要演戏啊！就这样子哦。好，伊安尼两边甲我问，我就的确就讲，我是语言未用的。哦，你迄个时代，嘿，未用的。哎，不过我真怕病，我就想我，既然我该要来读吼，我开咩那个。看不认输，我一定要跟他重考好。记得我国立艺专哈，那个时候，台湾在台北电影工电影工会吧，第一届电影工会，他们要演《汉宫春秋》，还有一个有一群那个舞群嘛，啊，他们就到国立艺专找，是啊，国立艺专找都是找到我，啊，找到我，我说去演什么，他说演个妃子。什么叫非洲我也不懂好了就去了好去了好了大概就是那场舞跳得很好大概是可是非洲变美了非洲变美了哎就变成都是宫女变成都是宫女宫女哎宫女跳舞啊对对哎啊我们去跟场面跳完了但是就是主跳了哦哦哦变成我那出戏都没有讲话哎哎他都跟他跳舞呢哎跟他跳舞对啊所以主要邀请你来演嘛是沒有、啊、跳舞了是这样子那个年代都是有星探嘛就有人来说来说就是要拍一个电影对我说电影我现在根本没想没当大金刚演的他说没问题啦不过这电影之前那个八二三炮战也是学校派我到金门那边过四十几年才进，到金门呢，就是参加八二三炮战之前的，差不多有他都有一个抗日竞赛嘛。我二十七师哦，就是抗日竞赛要演一个花木兰。啊哈，按他的李天明讲，李天明老师跟高原老师讲，啊叫陈孝俊就好了啦。啊哈哈，啊我就去个，改因改过个，改几挂跳，跳主跳。对，迄个时阵我都感觉讲，真的，那你。国民政府哦，那恁这个，那军人哦，真的很伟大啊！阿拉讲，在那个地方哦，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光看单打双不打，可是真正的打的时候，真的吓死人啊！你有经历过哦？我都是跌下，我个高位十二只凳来啊！哦，嘿，我个高位十二只凳来。是。那这个地方，八二三炮战是八月二十三嘛？嗯，对不？哎，对。那到九月十二，所以你离要经差不多能三礼拜。我七月去的嘛。哦，七月就去。嘿，我七月就去，跟教舞蹈嘛。是。啊，跌下黄哥啊，你看到你的。正经点咧大吼，迄飞机迄个地高速要倒来吼，迄因大家拢起哩啊，唔过飞机身哦，迄往迄边趴落去啊，但又个皮袂当断哩，骨落来。记忆断了，哎，啊哈哈，所以在那边啊，所以你有亲身经历过？我亲身有经验过，亲身看到炮战，安尼炮战，所以我有一遍我惊在那把他们都魂都跌皇宫，迄个河沟里，河沟里。哦，皇宫好啦。哎，河沟里面。哎，是啊，声音足大哦。哦，迄吓死人诶，迄足惊诶，迄比讲这边咧跌宕更加厉害。啊哈哈。哦，迄足惊，迄个伊那是跌宕是温暖了了对无？是。也是爆了开。嗯。吓死啊！啊。而且阿兵哥看，哎呦，不行啊！我们这指导室那么四个人那么小，刚压起来，跑到人家来坐好，
啊，伊人都叫人讲哦，哦，这家，是是是，所以呢。青春的美，酸甘甜，好听的歌变歌词，香香一嘴饮袂去，免惊心上悲。无味的暗暝可以味，愈想饮完愈走味。无意何必对饮，也是月亮在阮的心，一出戏。怎样会当演好看？往事亲像云，看袂去思思念念。一首歌的无奈，怎样会当唱好煞？孤单的